Hi， 我是全森的 William， 让我来向大家介绍 UltraCold 全境温控风雨衣，一款专为多种情境场合和天气所设计的温控风雨衣。UltraCold 完全防风防雨，给你风衣前所未有的机能，让保暖的同时依然轻薄不受限。我们使用回收咖啡渣及保特瓶制成，在征服不同地形气候的同时，也依旧重视永续制成。风衣的内部搭载着我们客制开发的主动式加热系统，以及超轻薄科技羽绒。使用加热系统时，只需将 Type-C 线从右边的外部口袋连接行动电源，并长按开启钮直到指示灯亮起，外套将立即开始预热。我们的加热系统具有分区控制和三段式可调节温度的不同设定，依使用者需求可在42度至55度之间进行选择。另外还有提供特殊增强模式，可在5分钟内立即达到最高温，随后降至中温温度，能使保温时间更长，减少耗能。风衣共有四组加热区块，一组位于颈部后方，两组位于腹部，一组位于下背部，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克制温度，就像你的个人随身暖气一样。UltraCold 的正装领设计以及利落的剪裁，适合出席正式场合以及休闲的搭配使用。风衣有可调整的袖口和内袖设计，让你的手随时保持舒适及温暖。我们使用 YKK 双向拉链完全拉起，能保持身体温暖并阻挡强风。当需要更大的舒展空间，如走路或坐下时，双向拉链能轻易地调整活动空间，不需脱下整件外套。我们的磁扣设计能轻松地将 Ultra Hood 接上 Ultra Coat。 要快速接上 Ultra Hood 时，请向上翻起衣领，透过两侧可见的 Fitlock 磁扣与背面的隐藏磁扣，便能像这样轻松戴上 Ultra Hood。 磁扣会自动将其固定， Ultra Hood 正面遮片也含有磁扣，能轻松加固。帽顶上有可调节的魔鬼毡，提供最舒适的空间调整。当你不需要 Ultra Hood 时，可以像我这样将 Ultra Hood 留在外套上，也可以依你喜欢的方式调整，不用担心掉落，因为特殊磁扣设计能将它牢牢固定，只有特定方向向上拉起，才能将 Ultra Hood 拆除。当你感到闷热时，可以拉下手臂下方两侧的隐形拉链来增加透气性。另外，我们的外套背带设计透过 UltraCold 内附的可拆式背带，让你在不想穿又不想拿时，例如去购物中心或室内空间时，可以选择背着它，而当你想再次穿上它时，又可以轻松简单地将它穿上。左侧衣领旁有两个隐藏磁铁，可将耳机轻松固定，方便拿取。UltraCold 上一共有8个口袋，外部有3个防水口袋，左袖上有一个隐藏式口袋，可轻松收纳卡片。而外套内部右胸有2个口袋，左胸有1个口袋，腰部附有一条挡风挡雪片，可阻挡冷风或风雪灌入，并保持内部干爽温暖。不用时可透过两边的暗袋将它扣住固定，以减少阻碍。挡风挡雪片下方附有一个可拆式收纳袋，将它拆下后，扣上外套的可拆式背带，立刻变成一个随身小背包，可以用它来收纳 Ultra Hood 或随身携带的用品，例如手机、信用卡、太阳眼镜或耳机等等，方便随行出游使用。谢谢你的观看，希望你也能和我们一样喜欢 UltraCold。